着晚晴综合报道，英国前足球金童贝克汉的19岁长子布鲁克林上月初被抓包与20岁性感女模奶昔伍德在好莱坞此庆典接吻，被疑是被助当时的女友超杀女克罗伊摩雷斯偷吃。克罗伊事后也在 IG 暗指对方劈腿，出席活动时也摘下情侣戒，两度复合的恋情再度破局，布鲁克林玩性不改，近来被直击在拥新欢，对象是大他八岁，在美国舞界有电臀女王封号的舞者莱克西潘特拉。据外媒报道，布鲁克林和莱克西近期频频在纽约约会，有消息人士透露两人关系相当亲近，相处时还亲得不停，就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莱克西日前也在社群软体 SNAPCHAT 里贴出两人同框照，可以看到两人正有说有笑，似乎想低调晒恩爱。布鲁克林和克罗伊摩雷茨已情事反射自 IG 莱克西潘特拉贴出于布鲁克林的同框照，反射自 SNAPCHAT。